大家好，我是夏云 Julia 夏，欢迎收听善良的一刻 One Kind Moment， 由执行制片人布鲁斯·韦恩·麦高伦 Bruce Wayne McCollum 创建的播客，在比心碎的速度更快的60秒之内，我们分享灵感，帮助您创建一个更友善、更温和的世界。我们相信，善良需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，每天为您的生活海洋增添一滴甜蜜的美好。享受这一刻。伟大的教师源于知识、热情和同情心。 APJ 阿伯杜勒卡拉姆，没有慈悲心的老师会保持被污染的知识和不健康的激情，他们的知识与限制性信念一致，这些信念反映了其他人最糟糕的一面，他们的热情与满足内心深处的黑暗空虚一致。具有同情心的教师拥有宽容和包容他人观点的信仰体系，他们的知识渊博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接受了广阔而深刻的世界观，他们的热情集中在为我们所有人服务上。慈悲是辉煌的核心，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富有同情心的教师是明天的领导者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与我们保持联系，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。回头见。